他有什么名誉啊？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，荒唐嚣张的富二代。人生伴着酸甜苦辣，变幻无穷。但有你在身边，你真相信你们这些做过牢的还有希望？我开始知道，美味生活，生活美味。美味下半场。 10月4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8频道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个做过牢的妈妈。生活就像烹饪，为了我的2个孩子，我不能够死。我人生的上半场虽然输了，可是我还有下半场。家人就是调味料。